大家早安，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现在要去今天脱队，现在要跟一个台湾朋友叫 Jessie 去吃我在 Austin 最喜欢的韩国料理。但那之前，我想先去吃一家先去喝一道最爱的咖啡。因为我现在住在学校的附近，所以带大家去看我那时候在学校最爱喝的咖啡店。哇！你在录我吗？上 YouTube 了啊！她是 Jessie Ho， 我们可以叫她 Ho 姐。她是我德州的好姐妹。还没有平复。对，这段要剪进去吗？我为了要平复她心情，我决定带她去我们研究所时代最喜欢的咖啡店。我跟你讲，这里现在变得很难开，我有可能开不到。我知道很近。为什么变很难开？它就是你知道现在都是单行道。有 How many buildings that going on？ 学校不就在前面？你应该可以一路堵出去啊。你看，像这里就不能堵。没有，你就一路，就是前面不是光华路吗？是吗？对啊，不是吗？潇洒不？跟我说啊，很难开，很难开，然后结果根本就是一条路到底就到了。这边就是 West Campus， 就是我们学校的西边，然后以前都是 Undergrad， 就是大学生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跟这边都很不熟。给大家看，他刚刚有说这难开，就出来就到了。请问各位，有什么难的？他以前很会开车，但有一次有从某一次意外之后就变得很不会开车。那个是红灯啦。念书的时候。哦。停车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到旁边的机器去选，你要停多久，然后他会印出一个贴纸给你。然后呢，你就把这贴纸这样撕下来，然后反过来贴，这样子再贴在上面。对，然后就贴到车上，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，让大家都知道非常 old school， 但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车可以停到什么时候，就是 Austin 才有的独特停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好怀念哦。然后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边一个一个小位置写出来的，我那时候都来这边坐一个下午。他们咖啡啊，就是里面有个碳的味道，超好喝。然后什么？配。然后他要请我冰的，冰的。然后他们的冰块是用碎冰，就是超好喝。等下拍给大家看。好了，有没有？就是我刚刚说的碎冰，非常好喝。这地方就是我们以前最常 hang out 的地方，在学校的话。哦，真的超好喝的。还是因为你们都在加薪，所以就变那么贵，导致我们外地人不起。你知道当趟现在有27栋吗？当趟，当趟，当趟。不要看他这样长纯纯的，但他其实充满了才华与专业。我有什么才华？你说说看。靠你，很会护肤，皮肤超好。然后你停完车之后，就是把这拿下来，然后车上就会一堆垃圾。他家在一区叫 Far West， Far West 就是台湾人念 UT， 大概80-90%住在。然后这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， 是吗？对哦，没错。我以前有一些 bullshit 都要来这边处理，像是考一些英文考试或是 I20 的签名，都要走到这来。大家知道 I20 是什么吗？不解释。国际学生就知道。妈妈。哦，我刚忘记跟大家讲，我毕业之后3个月都住在他们家的沙发上，找工作，然后每天无所事事。他那时候在实习，他比我小一届。然后每天出去上班，我就躺在那个沙发上睡，跟废人一样。啊！我那时候刚开始实习。对，你就是社会新鲜人啊，你去上班都很有那个很有朝气跟动力。然后我就是那边找不到工作，感谢他们那时候收留我。殊不知3年半。对，殊不知3年半过去，我们两个现在也没赚多少钱，没有当初想象中的废。所以大家社会新鲜人，不要太绝望，要加油。为什么跟 Far West 呢？一就是它在 West， 二就是它真的很 far。德州公寓 looks like 跟我家完全不一样吧？这边就是 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。德州的老公很大哎、欸，然后走出来就是户外，因为他们太多阳光没有选。这家 Mana 我们最爱的韩国料理，它看起来外面很黑，很像做黑的。哇 ，Hello two， 这就是我以前最爱的。韩式料理，我一定一定会点这个 combo。Thank you。冰棒。
这家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加。吃完了，对啊，我们要去哪？有，大家自己停在我案子。我其实现在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感觉我要被载去一个工地。没有，他学建筑，他来看工地。那这是还蛮酷的。嗯。还不错吧？这设计。设计，反正这边就是以前的老六，就是六街。六街是 Austin 最有名的一条街。这边以前都是荒芜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现在盖很多新房子。这些房子啊，我都住得起，你就知道德州房价有多便宜。Cartel， 嗯，好的，喝完咖啡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叫做 Domain， 它是一个室外的 shopping 区，是一个我以前其中一个健身房，我会来这边健身，这边比较小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体育馆，它可以就是美式足球的场馆，它可以坐10万的人，然后每次球季都会坐满，然后那边有个雪餐，这边有个小运河，我以前的系馆就在这附近，带大家去。对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以前上学大概7-8成都是这个天气，我不知道现在这边还是不是欸，这边是校车总站，以前现在还是吗？我不知道了，就是那边，然后这就是交叉路口，我以前买那个我的停车 permit 都可以停在那边。你的 permit 这么高级哦？ A 啊，我是 TA， 这是我以前的系馆啦，所以我家以前住很近，我没有住在 far west， 我就是住在学校附近，我可以走过来。这就是我以前的系馆 Winship Building 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Dance， 所以这是我以前上学进进出出的校门。然后这是我们出系馆看到的风景，那边就是体育场，然后那边就是很高级的一些其他系的大楼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1970年盖好的房子，它就是一个系馆，然后里面有两个剧场，然后我们的 studio 在地下室。我以前就会骑脚踏车骑到这边，然后把脚踏车锁在这边进去上课，然后过一天在晚上的时候出来，然后骑脚踏车回家。学餐就在那边，然后比较大的健身房就在那边，然后就是学生活动中心也在那边，所以就是我们学校很大，有时候还去那边搭校车去其他地方吃东西什么的，所以这就是我的 UT 生活。这小姐跟学校完全就是不熟，右转啦。还不会来这里，你从哪来？干，这边校车总站，你把啥？我这边是校友中心，你毕业之后，他每年都会打电话来问你要不要捐钱。就是 Gorgory， 是 Gorgory 啊 ，Gorgory， 这是我们最大的运动场，里面有排球场，里面有排球场，没有，里面有游泳池，还有室外游泳池，非常高级。然后这是Jester 学生宿舍，然后里面有很便宜的学餐，就是吃到饱这样。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大到不行，不能走路。好吧，这就是 UT Austin。那你对学校有什么印象？我吗？对啊，最喜欢学校。最喜欢学校的氛围吧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学校氛围真的很好，大家感觉都能量超满。对啊，然后感觉然后非常的阳光，大家都很，然后非常正向，然后真的大家都很善良。对，学校氛围真的很好。你在这边就真的有个那种大家就是很纯粹在学习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然后很 together， 很年轻，对，很年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好，真的很年轻。就是那时候我们虽然是研究生，已经比大家大了好几岁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年轻的氛围，你会被渲染到。然后尤其是那种看到那种青春的高中生刚毕业来念大学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这是大家都一股清流。嗨，你看德州人就是那么友善，他应该觉得我很无聊，这有什么好，对不对？You don't know what I'm doing 。然后这个是学生医院，我好像有进来过两次，第一次缴那个疫苗单啊，然后第二次是不知道干嘛。我从来没有在学校看过医生。是哦。嗯，因为我不知道。I don't know how to 。蛮难的。对，很难看到医生。还有一个很棒的事是，我觉得在 UT 认识的台湾人都很好。可能人相对没有那么多。
对，就是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，就很聊得来，像他，就是大名鼎鼎的 UT Tower 啦，我的毕业论文在里面，也在线上，但麻烦大家不用去 Google， 里面就是一些行政单位啦，然后什么注册组啊什么的，你最后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也在里面什么的。反正学校现在很鸡歪，这边不能开，那边不能过，那我们就给大家看到这边为止。反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我很推荐大家来念，因为我们的学费又不贵，天气宜人，舒适，生活很便宜，就是房租。你看我刚刚带你们去看那些房子，他们住 two bedroom 都比我一间房间还要便宜，你就知道这边的房价就是很 CP 值很高，而且他们住很大间，然后你只要有一台车，你就 rock Texas。有山有水啦，然后有 downtown， 然后要很 hip 的地方也有，然后也有夜生活，就看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。但是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太忙，我基本上没有在享受这个城市。就是传播学院这两栋，就是他们钱太多，然后不知道盖什么就盖了这个墙。对，只是过个马路，然后就是因为校友，因为校友太有钱，然后捐钱，那我们已经没有地方盖了，那我们盖个桥吧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毕竟他们是全美第一名的传播学院，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来到大 shopping， 所以我想说这段就不要拍了。你们看这种不会下雪的地方，逛街的地方多chill。他们下面就是一些名品店啊，像是 LV 啊、Tiffany 啊、什么 Lululemon， 然后上面就是一些高级公寓，整个就是不得了。我们以前很爱来这边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大逛特逛。所以你买了什么？就是买了放在厨房的箱子，他买了一些放在厨房的箱子。现在这家店叫做Office Depot， 然后就可以 online order， 你就可以停在停车场，然后直接就要送给你。我该不会还可以坐在车上，然后跟他说你放到我的后车上？然后他就这样真的，天哪！他就这样推出来给你耶，这真的是只有德州人才有，或是美国，我不知道其他州有没有，反正就是。懒到爆，你真的不用下车可以做自己做事情。他们在这边有不用下车的 ATM， 不用下车的什么什么，反正什么东西都在那里收，然后就这样放好了，他就推走了，他就买好了。所以我是 leader， 你可以不用下。 leader 他就帮你放了。我刚刚也只是下去看一下他，我也没有。你第一次使用这服务？对。真的懒到爆，真的是 so Texas。当一个美国人的目标就是，我可以不要下车就不要下车。